洛克，洛克大姐姐，洛克小姐。我做错了什么？阿兰，晚安。你做错什么了呢？嗯，我是洛恰耶，我是洛恰耶，我是帕恰耶。好、我是洛恰。三人份的，我是洛恰。来给我三人份，来给我三人份的打招呼。好啊，我是洛恰。我是帕恰。我是洛恰。那个这样子听起来可能很。那个对，露恰跟罗恰有点抱歉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听到，我现在真的是作为一个正太控呢，我现在听到霸恰的声音，我的嘴角会一直抽蓄，所以我现在有点过天旋，对不起。啊，所以洛克大姐姐不喜欢罗恰吗？没有，这是一个还在习惯的概念，那个罗恰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也是一直笑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不喜欢罗恰了？没有，喜欢他，是这样吗？啊！上帝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原来是这样。啊！怎么办？等一下，那个画面上是不是有人在哭？哦不，那个我喜欢巴恰，我也喜欢罗恰，我也喜欢露恰了，真的。哦，所以露恰排在第三个。哦，不是。OK， 懂了。你还说你喜欢洛恰，原来你已经把洛恰排到第三位是了，这样子的意思吗？不是，我们先以男女，然后再来以那个年龄。你看，先以男女，然后再以那个年龄来比的话，当然会先是那个巴恰，然后再来洛恰，再来洛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洛恰是第三名了，在你心目中。不是那个，不是，我是说按照年龄，洛恰不是本来就比较小一只吗？年龄。啊、哦，所以你是嫌洛恰年纪太大了？不是你本来就比罗恰跟巴恰在那个比较大几岁，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还是其实那个是你嫌弃洛恰老了？不是，没有，你在我心中年轻貌美。OK， 所以你到底喜欢谁？我们应该要和平的 win-win。我爱着露恰，我也爱着罗恰，我也爱着巴恰。我们这个爱不是很那个吗？大家都很爱。露可小姐，你真的不用勉强了，真的没关系。我真的觉得，就算在你心中我没有那一份地位，其实也无所谓的。没有，你在我心中绝对有一个最软的一块，绝对。自然的一块啊！啊哈！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怎么就看个工作台，看个杂谈台，我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不是那个，我要怎么讲那个嘛？那个水手服少年总是很软绵绵的嘛？是不是？那水手服罗恰呢？罗恰好像也是吧。所以吗？不可以吗？可是，其实严格说来，我并不算是萝莉控。可是罗恰很可爱。可是，我可以，你可以在我的心脏的那个左心房那边，然后那个，我可以给你一张椅子坐，然后那个巴恰在坐右心房。那罗恰都巴恰都有了，那罗恰呢？你在我正中间那个，在我的那个主动脉那边，主动脉。你在我的主动脉哦，原来洛恰连器官都算不上，是不是？就是只是一个通道的部分这样子。嗯哼，不，动脉很重要，动脉联系这个，不是动脉联系了整个那个 body 的那个血液，没有动脉，整个身体就没办法动。你知道动脉撑起那个心脏的左心房跟右心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十分重要。哦不，对。对啊，你看是不是很有道理？你看没有洛恰的话，怎么会有罗恰跟巴恰呢？是不是？你就是我心中的妈咪，妈咪，心中的妈咪是吧？所以洛恰在你心中就是一个妈咪的存在了，已经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了，对吧？没有，你在说什么？妈咪也是爱啊，也是爱啊。所以你的爱就是已经是。家人亲情的爱了，已经不是对洛恰真正的喜爱的程度了。你知道这是一种升华。妈咪之前的都那都是有那个都是母爱嘛，嗯哼。
你知道要成为那个母呢也要先有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那也是一种爱，是不是很爱？ OK， 没有，当然也不会只有母爱的部分啊，是不是？不是只有母爱，不是常常说孝心变质吗？呵呵，孝心变质了之后呢？聊天室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那个，我现在画面上罗恰跟霸恰同时在看着我，然后罗恰也在看着我。哦不，哦不。